祝寿大典过后，信众们都将随妈祖的銮驾踏上归途。至此，绕境的行程才刚刚过半，回程仍需日夜兼程，马不停蹄。一场绕境，百态人生。有人强健了体魄，有人了却了心愿，有人为家人求得了祝福，有人为生活找回了动力。而最令我们感动的，是这一路上灿烂的笑脸。生活中或许难免缺憾，但妈祖赋予了他们一颗包容的善心，不抱怨，不计较，以爱去填补，以智慧去改变。或许妈祖能够如此得民心，恰是由于他对民心的教化。妈祖像妈妈，有求他必应，他把人的心中的寄托吧。妈祖是我们每个人心目中的偶像，最慈悲、最人情化的神，关怀、体谅，是安定人心最重要的力量。妈祖的保庇，保庇大家身体健康啊，做做才能年年丰收。每年都是为了妈祖绕境进香在准备。我们每年都派一组医护人员随行，我们弟兄们都会去支援，就是一路上都有人说加油啊。他能够引导所有人心向善，每一个向善的人都是妈祖。人生的过程中难免都会遇到挫折，我每一天出门前心情不安的时候，考试紧张的时候，开心的事，不开心的事，会跟妈祖倾诉，香烟袅袅达天，我们的愿望诉求也都达天。不是吃那个香蕉皮吗？怎么吃得这样胖胖的？他说南天宫哦，出航大陆了，回来要严办。看到我们都很高兴，说：“哎，你们也会讲华语哦。”他们第一次接触到妈祖文，我感到特别的震撼。